Cierci-ne pour bien. Pousse-ne pour bien. Cierci-ne. Anche là ci va bene. Siccome tu che non ti puoi uscire, ma non ti posso fare, se ti cuore, ti ha in dare il cuore, solo ti va bene. Non ti puoi dire che ti va. Lo siccome più di ti sai, non ti si dice la sua. Ah, io non ti avevo scritto, non ti si vede, non so più, non so più. 一切空无一物，哦，这里边那个讲的啦，反正讲的都是拢连带关的啊。啊，安尼讲是不？不讲就是，嘿嘿，不讲就是，要早来开悟中心了，二十六岁开悟中心，一切混乱。 大行情况，一个买嘢人呀，你讲看，你就到大街，你看人看，你就看，伊我当讲嘅道理出，伊就是已经人生建设大彻大悟了，恢复到圆满无障碍了，对吗？一里通万里天，安尼讲就不行，就三讲就不行。 菩萨讲就不行，就为菩萨讲就不行。所以《经》和《心经》在这里上道的，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讲，为何观世音菩萨讲有这260句？伊就是讲给迄根基较浅薄的人听。 真正讲心经是世尊讲，世尊所讲的，对不对？真正心经是不可说，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世尊你要现三昧相的时阵，你要现真心、现真心本性的时阵，迄阵你要开始你要去讲讲经的时阵。 迄阵多少上，大家地主遐所谓遐，遐人种遐遐，讲来讲来讲道亲啊，遐菩萨啊，足济尔啊，啊为何世尊太阳唔开窍？到底是你甲你开始三年尔无安尼？多为有个舍利佛，舍利佛是佛的地主是地位第一的。 哦，伊才去谦信观世音菩萨。哦，到底世尊有啥物指示无？哦，观世音菩萨才讲，观世音菩萨讲，伊讲哦，世尊正正的讲心经，才来讲心经。哦，啊，伊讲了。 伊讲心经是心经是单讲啦，莫无言则是真正心经啦。讲的东西真正心经是方便的这样的解释啦，是这方便这样的解释。哦，所以咱来去知影，咱来知影这条。所以心经我这部讲过，是金刚经的内底三十条所抽出来，抽出来，好无？是啊。 金刚经是佛法，这经的六百卷所抽出来，哦，迄种精髓，迄种精华，迄种精华啦。所以咱今日去，啊，这就咧深入到迄个习惯哦。三分钱，我的经验啦，哦，是叫做大经啦，心经啦，啊，金刚经啦，这三分钱你也甲套一本就好。 你所有一切拢总可以当你通达，哦，你咧讲到都啥物障碍啊？哦，这个做大师医生甲你讲，光通即心通，哦，如何如今处虚通？
为天为团建信愿，出世看社宗讲，或者佛讲八万四千个法门，有无量无边这种法门，为之讲，不嘛？有这无就做大经文具，有这无还是作这啊？不嘛？你有这讲通？什么叫做通？通就是通达，通达就是无碍，一切当中是无碍。哦，讲经就是你拢无障碍，你咧讲你才会认真，你咧讲才会进步啦。像咱的点灯师，咱的所有遐个前辈才咧讲，人伊拢无障碍，何阿为何在障碍？何阿未练到迄个位后，阿未就到迄个境界。啊，搁另外一个平台，所以需要借了少少一点的因缘，哦，来帮助我。你主我在个讲，你在个讲，哦，所以这拢是我不足的所在啦。啊，如果你今仔日啦通达无碍时阵哦，敢会这样？唔念啦，敢会这样唔念啦？哦，你讲无简单说嘛是少少安尼，伊咧讲经，伊够个，伊无个。伊无过呢，我嘛是真用心，哦，真足早足早，本来十年我就伫练，练讲要参人别人无过，我嘛是要甲练人无过。那为何伊了法度，我才有法度？伊的自信，从我自信拢是往往无上的，是安那伊了法度，我才有法度？是我用心不够，我的力气不够，对不对？所以呢，一定爱好好来练。哦，啊，进到我了七十几岁了咧，要练又较慢啊。像咱这大家这拢我都笑，这个笑，靠靠都差不多。这个练哦，现在练练拢做一个优秀一种的讲师。哦，那讲哦，黑话不努力啊，不努力，白话徒伤悲嘛啊。嗯。我都他们就是对啊，啊，都靠我拢万般拢我笑的拢。啊，唱歌啦，哦，爱佚佗啦，哦，啊，切滚蛋看啊，即摆看咧切的时阵哦，但讲你看，大部分拢做好，大部分拢做好咧，真正咧，拢搞拢做好咧，啊好，记咧起咧，哦，啊你来体会咧，慢慢体会，今仔体会未记着，我前个体会搁未记着，后日体会搁未记着，足凄惨个咧。那些吉他头头，那些用得破的，安尼，哦，是不是安尼？嗯，这就是咱讲少年太太啦，对不对？无精进啊，无精进，即安尼就是今仔日这个拜姻缘啦，吼，哦，所以呢，也是因为你有通，你看物件比较无障碍。你听物件，你才无挂碍。哦，目睭去看着声，你心无障碍；耳朵去听着声，你心无障碍；耳仔去闻着香，心无障碍；嘴去闻着口味，无障碍。啊，身躯去触着世间所有一切的尘境，你心无障碍；意念对法念，你的心拢都无障碍。安尼叫做做是空，回归到你就成一种的本空，哦，就成一种的本空。也因为空，菩萨观万观皆空，哦，万万皆空，依无执着空。菩萨圣者啦，凡所有一切的万法，把酒看到拢总是佛咯。不是咱今仔这无义的法，只有这个名。法主是所有一切，这个嘛是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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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法相，叫做一种的法相。哦，这菩萨观万法皆空，依不执着空。菩萨有这个心境，菩萨观万法皆有。哦。哦，所以讲伊幻化，
菩萨讲万法有来，伊无执着有。是不是？伊看到万法有啊，所以拢会种来咱的地门的啊，对不对？啊，就你未去种来着，伊就是无执着。对不对？你有将来就是有质量嘛，是不是质量？哦，所以你们来知影，办法拢是来解空，办法拢要来解空。安尼你才能看清了存在菩萨之清啊！哦，一清好一清啊！哦，全部是清啊！所以呢，菩萨甲凡夫伫观的方法都共。敢无？我个方法到底是无啦？凡夫是观无知，菩萨观未知，彼无同。所以两个人的心就到底是无同。观无知就有所空惑。颠倒妄想，是非当地好坏，妄想分别执着，这是观无差，是不是？菩萨用智慧观内在，把人看到别人的好坏，菩萨伊是流露出伊的慈悲心来甲教化。哦，你若有慈悲心来甲教化，咱今日去心里看到一个道亲，伊毋知哪个心道，伊毋知哪个心道的时阵，你看到伊毋知心道，你敢会讲办到？哎，唔修唔修得，唔修唔修得到的代志搞无办的，这就是无善用。哦，凡看到别人，伊都毋知哪个修行正菜，伊就发出伊的心，一个念头。我也当天上迄、那个迄、那个出门，这个菩萨伊是观念在，啊，凡夫观外走，观外表，别人安那，别人领导安那，什么道路观念，现真正观念都无啦，事实是无观念无唔对啦，啊，这种是菩萨的英文啦，靠啥物无观念，绝对无观念嘛，对唔对？伊不管咧听啥物无观念，嘛无观念。为你听啥物有关的，无嘛无关的，是伊着看着伊个痛苦，好亲像咱个痛苦，即叫做菩萨，伊是观内在，即流露出伊即个从内心出来安尼去。哦，所以观的方法伊是无同，哦，伊无同，所以呢，有同甲无同，伊拉拢是分别，绝对唔存在。哦，伊发自内心，你啊救救，你啊得救的时阵，救了了伊了，伊爽快的时阵，会恢复伊本来自在、安然自在。但是咱呢，看到多一个众生，伊来吃菜，伊来修行，哦，开始欢喜，哦，哦，足欢喜啊，足个，我都多足济啦，我都来修行，来叫伊来修行，叫他吃菜，叫他参参。按住个系多嚟嚟咧，啊！一日都得啊，一日多啊，你咪得，一日都得啊，你食啲乜啊？你唔好啊，時間唔夠就分別，哦，唔夠就分別，哦，即係話唔夠就分別，咪是意念不足啊。等下我出事就嚟，哦，我出事就嚟，哦，暫時唔攞起大意念哦，咱暫時唔攞結念，本來佢係修護啦，哦，佢係修護，你唔敢哦。所以咱就知影，最有自在无自在，拢是看咱人心境。你若无妄想、无分别、无执着，你生活你就自在。不管你好啊，是自在；歹啊，自在。所有一切的境界，拢是自在。哦，自在意思就是讲，你代表你的自性常在。
叫做主宰，对不对？出现了第二个，金猪脑的第二个，走去哦，看电视嘞，我走去去赚钱嘞，对吧？安尼出现到第二个，有哪有第二个？安尼用我扮演啊，所以会主宰啦。啊，阮这愈好啦，啊，失去就会主宰啦，吼，哦。是不是拢安尼？所以自信常在，哦，代表你心中有挂碍啦，对不对？自信啊，无伫个时阵，心中有挂碍啦，哦，对不对？所以要做大师一下讲，学道之人，相依自性观，皆依自不动。因为，对吧？咱今仔要学啥物道？学自私的道吗？哦，爱看老百姓发展道，学六根清净的道呢？但是六根爱清净呢？六根清净方为道呢？六根也无清净，就是道呢？就是魔呢，对吧？学道是学着见清净，清净，这是咱学道的人呢。学会道的真幸福呢，啊，唔则讲学道。你若是当学会道的真幸福的时阵，就是学魔呢。学魔就是自私自利呢，对不对？把人的安那全部破坏呢。叫做魔，所以咱今仔修行不是佛就是魔，对不对？不是佛就是魔嘛，对不对？那是小东把你讲的，哦。所以讲你要学道，学到咱今仔日是做道的这种标准。师在咱听有话听，师在咱讲修有话听，那阿拉把你变成你嘛话听，那是道的真正讲的。啊，恁今仔日学道。啊，都是些下班的，人人交谈的，人人提醒的，我跟你交谈密码都如是，啊，跟你交谈密码就如是，对不对？你拢爱直接修建的，对不对？这叫是真正学道之人呢，学道是咧下班，伦理之道嘛。做人的道理你要知影呢，人叫天两三，叫正两三，又叫地上两三，也记不分。安尼讲是道的真谛无？不是呢，伦理之道呢，道德之道呢，人做人要道德呢。你要看柬埔寨迄个杀去的人，杀去杀去台一个人，讲袂讲几百万，看半半去，看心脏，看腰子，安尼时阵，你有可怜无？你甲看，你赚到钱讲。你个消费，这真正足凄惨个。小靠一个人哦，你个是讲，迄个你怎敢做？你现一个道德嘛无？哦，一个讲吼，已经破病到要死啊，已经都无啥物作用个时阵啊，这是大人个啦，你个想伊怀念呾伤心，怀念呾悲哀呢？何况一个老少年人安尼哦，食个二十多岁，安尼就杀去安尼个使？破房咯，台咧，都无够钱。今日讲讲，我不良的医生啊，迄不良医生啊，我你讲怎讲，无做话事，讲倒啊啥就破咧咧。哎，我听。你话你艰苦，你话艰苦，你话听。嗯。你听啊，就艰苦的啦，你话想啊，你话我听就艰苦。嗯嗯。迄不良的医生啊，讲去接比赛，讲讲。你以前我爹妈都晒了，安尼倒，安尼望我爸爸的身，倒啊破嘞，还是点？你的五官，我装又不装的啦。嗯。你穿只像你，你穿只白皮的衫，你话敢破你敢知啊？你个像那个经典的先话真难嘞。嗯。你个像，我一摆你望都爱看的。你安尼去哦，真唔晒哦。嗯。用这个面光，光啊规身，骨卡骨啦，灯手骨啦，灯所有一切拢都灯。
我房我房，拜托你房给我房，我房我房，我房我房。我上迄个情景嘛，安平啊，我是不感动。啊，讲完这些，这些叫并不提嘞，我总是不。啊，你别人啊，哦，啊，别人你看不，你也无办法，你有哪边来做？死干嘛都死，啊，干嘛都死，袂使讲伊家己，你又愈心里愈底，伊破愈济，又愈济，你害人愈济，你搞成我哩办法。所以呢，阿那边是长牙，长牙一点吼，哦，这是学道啦，哦，道德之道嘛，对不对？那做人要有道德嘛，是不是要道德？就是是做人的本分呢，修福的本分呢，对不对？哦。所以呢，阿弟，啊，还要吃点，然后别上无条件的，无条件所做一切哦，真正你熬出事来哦，真正活艰苦的，你若想熬出事的时阵哦，哦，你阵啊像迄个咱走地迄条片哦，啊真正惨，啊惨未了，知道吗？所以讲，本非常的重点就是讲教导咱，要多积一点，一定要做到安尼。啊，保持这条心的清净之道啦，清净心啦，啊，保持这条心的清净。啊，清净你就是袂去欺负人啊，袂去掠刀去破人的心肝啊，袂去掠条啊，讲人的心腹，讲人规身躯，哎，讲的讲安尼翻安尼翻呢，啊，讲的爱怎个翻不翻过，佮讲真个讲翻过来，过去呢，讲安尼就是讲过去啊，是讲过低头把它看。嗯，听好啊。我看一个人，看三四个人，我讲哦，恁恁连几年拢无分，我讲我讲哦，你以后全是我看。哦，我心我袂当硬。哦，我心还重要嘛，你个看还蛮紧。因为你看一讲就我差不多到有去啊。但是你看你不准嘛。对不对？我想我讲爱做安尼哦，可怜啊，真正哦，无了发现过啦哦，真正是啊，可怜。真正是啊，可怜。哦，好多哦，哦，当然哦，伊伫度讲按相应就正方嘛，相就是真相嘛，伊就始终不变嘛，啊相相嘛，在主念主嘛，有意思嘛，啊相，相应就正方，用自性来观一切嘛，观因果，观观意思，观啥所，观世间的所有一切因缘果报嘛，哦，看落来你要有做慈悲心嘛。看了好的时阵，是不能教育嘛？感谢上天，就比如有一段文化来尊重咱大家遐咧，咱大家会当心情，大家拢做心情嘛。好歹拢是用这种心来做感恩的心嘛。你话想话，甚至用这种心来做一个感恩。咱人真正办来办去，拢有感恩的心。你今日你的心情是啥方面的？是你自己的心情吗？是嘛？过去迄前辈者、迄前辈、迄点子主、迄所有的迄年前辈者，甲你谆谆上去，甲你教导。哦，你不成年的时阵哦，哦，指导你，建议你这条好的路来行。哦，你有身份一个人就对啦，对不对？唔是你老呢？今仔日好啊，无真正倒来甲你接面的时阵哦，前辈者苦口婆心哦，我啊八七阵话就嘛跟你讲啊，嗯，因为啊，随那跟你讲。爱食好嘛，啊，都要做天好嘛。嗯。哦。啊，这个人我袂当让你食上好。嗯。我袂当让你食上好。比讲较早呢，较早食上好，拢天然的物件，拢自然的物件。即马食好哦，拢放心错咧。嗯。好吧。真正拢你这个成功呢，即马人病那就再需要，医生那就再需要，好吧？你莫比医生讲哦，咱大学经历病的，你以为我伤低呢？嗯。可能哦，他当场咧死了了，对不对安尼？食的拢伫食的，药啊全出当的。听你讲时阵，讲苦瓜的时阵，那是三月的时阵，讲哦，我今日死我今日要给你做药啊。对不对？那今朝的时阵哦，你若看黄金拢软烧烧的，即摆今朝的时黄金是嘛不跌可控的。你生的问题，药啊前面的时阵未看的，好无？饲猪啊，饲一冬的，
我冇钱去滴咧，好无？啊，是一担咧，即摆讲三四个月咧，迄鸡仔时阵哦，四五个月了，讲两三个月就会变一来个。啊，即摆鸡仔，啊，但鸡仔不是偌久，啊，你把山迄当钱拢放先算，是毋是？放先算咧，啊，放先算，你一年咱就先讲袂低吗？啊，即摆啊，低到有济无？济啦，济到惊倒人啊！即摆讲哦。你种啥？你个萝卜讲用咧用咧倒来，好无？你敢知影？迄医生的时阵要去看的时阵咧，我一个目睭哦，拢先白来尖咧。迄个医生看，迄个去看，我想讲看手术一个，可以去看，可以去看。去看的时阵哦，迄药啊叫人开的，拢都来去开咧，开四五万的，到用无用的时候，我都知影。多贵尊严咧，你敢知影？对不对？我新妇，我孙新妇要生啊！几日过检查一摆，两日、三日检查一摆，对不对？两日、三日就去第二检查嘞。嗯。哦，你又不带了吼，等下要生只去了。嗯。即摆两三日就去检查一摆，你讲啥？这不是浪费资源吗？嗯。即摆就讲哦，你这爱做，你这爱检查啥？检查啥？就讲你。负分负担啊，几万都几万安尼。哦，阮孙仔又讲好啊，好啊，好啊，打嘛好。阿哥你出钱去打无？阿祖无？阿哥你出钱去打无？对不对？你今日啊，你家人开车的时阵，看你也好唔好？你讲啥？你上岸半未山咧？对不对？万一有啥代志，你担会起咧？啊，你也好唔好啊？你讲啥？那医生即摆做惊咧，对不对？啥物代志？拢啊手术咧，好无？拢啊手术咧，手术有钱通赚咧。无伊做医生，伊啊手术伊啊无用咧，创啊！我哎，伊个规规会见到伊，伊个规规等伊，手术一日爱救偌济咧？你讲啥？你后伊啊安尼是关键啦，无伊啊安尼是因为着钱吼，伊后尾做医生的机会吼会少啦。咱若讲哦，台南有一间病院哦，北方对接啦，人讲会歹势啦，啊，太急咧，讲嘛，医药较早的时阵，大家拢总嘛摕起落来个，主张拢嘛伫底个。哦，好。你对接咱嘛唔讲啊？哦，你甲想可怜无啊？一个人好好，迄种嘛摕底个，人身体袂健康咧，安尼有资格做医生吗？嗯。哎，差有资格当做医生啦，对不对？然后就讲哦，我这药啊开给你呢，你唔通吃，你有疼才吃，无疼你唔通吃，你甲变嘞。哦，有疼你甲吃，哦，这只好出事嘞，你去做医生。嗯。对不对？你老公我咧趁钱方面呢，对接后边呢，有多点来赚，赚的钱你较济个赚，无多点你甲赚，省点呢。上天让你有一个人生的命，让你有一个，让你比较救人，你不是在救人，你比较害人。你叫做害人呢？害人就是杀人嘛，你不晓得。所以好多钱就爱自信观，用自信的观，一个人无自信，你无良心，有良心你就唔敢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叫做，迄个啊，比咱年纪。年纪较少，迄就是阮小妹；，长咱八少，迄就是阮母；，对咱长辈，迄就是阮阿妈、阮阿爸、阮阿母啊。哦，这种心态呢，对不对？所以自卑，自卑就是安尼。自卑一定要有地位呢。医生唔了，我做自卑，我甲你医药好。伊无地位，为着赚钱，就无得咧，咁是真正自卑，迄就变自卑啦。哦，爱主线观，哦，爱主线观，哦，主线观，哦，主线观的意思就是讲，咱时时伫着上中，爱关照咱人的主心。那个关照咱人是正念主心嘛，吼，是不是？